气候变迁，环境骤变，作物越难以种好，你需要真正可以保障作物安心生长的资材蜜诺宝，富含玉米胚芽萃取物成分，抗热抗寒，开根抗旱，植株状就是产量保证。这就是为什么蜜诺宝会好用到一直被抄袭，不是其他化工原料加玉米素去调制的产品。可以相比的，抄袭蜜诺宝的玉米素有很多，但真正能确实保障作物的玉米素就只有蜜诺宝。更多知识请追踪。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宝。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继续捧场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感谢阿宝老师甲宝妹伫遮为你来服务主持。主持方面，怎么方面无清楚、无了解？来6338601，6338601。好，老师来，咱先来讲解哈，这是有关于这个小番茄的问题哈。今日阿宝，跟你讲完电话，不是我讲有人来啊哈。但听我就讲，今年的小番茄好像呢，第一，唔知是前一阵子气候的关系，还是什么原因，还是讲大家拢较早种啦。因为发现讲吼，调花较无遐尼理想，这跟气候关系比较大，还是讲以前的这個时间点呢，实在是有较大、较早淡。环境哈，就温度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温度摆在那边啊。那么这你也免想讲。这个有什么款的一个这种药，但是这个无可厚非啦，因为感觉伊尤其伊来调过的迄个温度，就是伫迄个所在，伊要好食，就是白天的温度不能超过28度啊，要好食的条件其中之一啦。日时的温度无超过28度，但是呢要有充足的阳光，日头爱有够，日光有够啊。这个温度无超过28度，暗时会当降落来20度，安尼这个就是完满。这物件，这个条件就是上好吼。啊，然后加温度，暗时的温度加不要低于15度啊、哦。这个上好是维持伫差不多伫这个18度、20度安尼吼，18度左右吼，啊，莫超过20度，暗时最好都在18度以下。啊，这个有时啊无啊多，这个时间呢大概能够维持，你要较长结束啦，更加好。然后白天就不要超过28度，然后呢有日头，这个是完美的这个天气啊。那么这种完美的天气其实也没有那么的容易啊，所以呢，啊，你那是种较早啊，种较早呢，这个日照有够啊，日照有够，你也拄到这个高温的这个问题哈，高温的这个问题。所以你像这种以这个小番茄这个比赛啊。那么他也适当的往后移啦，哈，就是讲伊袂讲特作刻意哈，较早伫这12月哈，啊，12月啊是讲有咧比哈，就是你提早去比赛哈，这物件咧，这种通常就较无有啊，所以真正要去比哈，要去比的时阵，就是上好的迄个最好的那个时间点啊，其实啊，当时啊，这是一个用意啦，哈，希望讲大家呢。啊，不要去追求太过于早哦，太过于早。啊，但是这讲罔讲吼，咱爱小知影者，因为咱咧消息的时阵吼，那么伫年前拢较好卖啊。小按年前好卖，就是咱爱好食，莫讲伤歹食吼。所以要好食呢，通常就是第二个花以后，通常就是3、4、5这三个花是上好的吼。3、4、5，有个人讲卖啦，第二个花就足好食吼。迄温度啊适当啊，长啊有够惊。各种的这些条件拢真充足的，其实就是第二穗花以后，本来第二穗花，所以你第一穗的花本来就个品质就较无遐好，这些足正常的哈。那么为第二穗开始，特别是3、4、5之类吼，3、4、5、6，其实看伊个天气。那么你甲算啦吼，就是讲咱伫这个年前吼，伫这个年前呢，那是人好卖吼，人好慢吼，通常就是。你这个买价这只只吼，就是讲你基本上你大概爱，你买价这只只吼，你也伫买价这个所在，就是我大量的这个盛产，大量生产。那么伫买价这个所在有通好办吼，其实你今年的这个买价是1月15号，那1月15号一个月倒退，12月15号、11月15号、10月15号。
你那是十月十五号种，十月十五号种，哦，九十天会当办，你拄啊办着第一个花嘛，所以你一定爱个提早嘛，所以爱提早伫啥物时阵？伫即个九月十五号，哦，就讲九月中下旬即个时阵，你都爱种。啊，你即提早一个月种，提早一个月种，一个月大概那是以即个热人来讲，大概就是两到三穗花，所以你即一个月安尼起来拄啊好。伫即个每月开始，吼、哦，你的第二个花，吼、哦，应该是陆陆续续，一直拢，哦，差不多满刷第三个，吼、哦，即开始呢，即、这个二三四，吼、哦，拢是一个量产的，即个时间。那么，即通常是上完美啦，吼、哦。所以呢，即、这个以今年来讲，吼、哦，以今年来讲呢，啊，应该，吼、哦，就是以今年来讲呢，应该是。啊，那是以这个日子个省，应该是九月中，好、哦，九月中旬啊，迄阵来种啊。但是九月中旬有时啊，大家拢会晓安尼省，爱定无知啊，啊定无知啊，有个人啊，伊那面积较宽，伊会种植水较早，还是讲无得种植水较晚，因为你定无知啊嘛，你嘛无法度管理遐济啊，一概无法度管理遐济，所以有个人会讲这个啊，伊拖脚后边。啊，有个人习惯会拖较早，啊，拖较早呢，比如讲你即卖会当办吼，即卖会当办，即卖是十月四号嘛，十月四号、九月四号、八月四号、七月四号，你可能到了七月初啊，你得种，大概在国历的七月初，啊，七月时阵七八吼、哦，七八这几个月拢特别热嘛，吼、哦，卖讲风台啦吼、哦，七八九对吧，都是比较热。拢了较热小寡，所以呢，这个时阵来当办，大概应该九十天嘛吼，所以你十月四号、九月四号、八月四号、七月四号，你等于着七月初迄阵种诶，然后七月上旬你才遐种，大概九十天可以采，热人较紧吼。那么但是呢，伊迄个品质着较无遐好，啊，过来就是讲你雕花吼，因为热诶时阵，伊这个花芽分化，伊个温度伤过头悬。啊，所以伊个花水拢会较无正常哈，啊，而且伊迄个花的一个看安尼，呢里里落落，所以这伫小番茄要较无遐明显，这伫大番茄内底足明显，所以啊，有时啊，即个温度暗时的即个温度伤过头悬，那么伊台啊迄个时阵吼，这花芽分化无好，那么花芽分化无好，拢嘛怪栽啊，大家嘛讲啊，你个栽有问题。啊，实际上是咱横林嘛，热啊，唔是知，热啊，唔是干，唔是知啊，唔是知啊，场咧热呢，咱横林嘛都热啊。啊，一般来讲，伫即个知啊场，伊有会加即种伊的即个接水吼，伊会去加，因为咱桥仔头唔惊热嘛，所以桥仔头也在山脚。那么即个接水有当时啊去也伫山顶，伫较凉的所在，伊加足好过。一感觉面吼，加足无问题。小番茄要个还好，你啊大番茄吼。那么，所以伊有这种的这个状况哈，这种情形啊。那么，你那阵七月你种的这个栽啊，对吧？七月你七月初种的这个栽啊，七月初种的这个栽啊呢，伊栽啊期拢是高温，所以伊的花芽分化的较无遐好，所以啊，较容易枝田果啊，这个花穗吼，未足匀称的吼，这种拢是足正常的这个代志。啊，但是因为过来就是讲，啊，伊也是较慢种吼，比如讲你甲种落，伊个头一刀切落，啊切落了，伊即马来是毋是爱等即个二刀，搁有即个二刀的嘛？啊，二刀伊一段时间了，伊较会补起来，一般通常爱头二十天，啊，伊也比较较凉啊，二刀，啊这个时间吼，它还是很热，所以有的二刀的不一定足好，但是二刀有一个好处就是伊节间较短。所以有的人比较喜欢种第二刀的哦，也是多因为也进前伊那是迄吼，有滴个花芽分化已经有诱导啊，所以有时啊是多的作早来花吼，唔免九十，唔免讲的就是讲种落当晚九十天嘛吼，那么伊有诶免甲九十天啊，等于讲伊刷材料可能得80天、80几天，伊就开始咧变色啊，即爱从即阵啊咧变色，你甲想咱卖讲有然后今日算较凉。对，那么伫进前的这个温度呢，这个白天都还在27度、28度，白天，嗯啊，这个上低温啊，啊，高温拢要个35度、36度，这完全拢是无符合感冒病的一个啊花的一个这种成长吼，所以一出来这个
啊，伊咧发育啦，各方面就差很多，所以颜色一定袂水啊，灰水袂水，颜色袂水啊，口感会稍微差一点。但是我跟你讲啊，这个万无咧啊，这个物件呢，就打遍天下无敌手。因为做这人种炸，因为这几年呢种炸的呢，都还蛮好的。为什么？因为市面上无啥物件，那么这物件都出来，无比较，你知影？比较没有比较。啊，伫餐厅内底，还是讲有经营。是有诶嘛，加减买来食，哎，感觉讲诶还可以啊，哦，这有诶人会感觉讲，这个食到安尼脆脆啊，因为牛肉啊伫头高诶时阵，还是伫较热诶时阵，伊会定定嘛，啊，有诶这个蒸了袂歹，伊会感觉伫遐脆脆，啊，牛肉啊较 Q 嘛，一般来讲，咱咧食牛肉啊，其实是爱食伊诶迄个，伊迄个 Q 啦，吼，这大陆叫做糯性，这个糯呢含 Q 哦，搁有一点啊糯，我感觉较嫩，油呢要搁有一种口。啊，即种，伊个糯就是软软吼，伫煮米啦吼，糯煮米，煮米就是安尼软软黏黏嘛，对吧？啊，但是即个 Q 呢是伊安尼软，但是伊个有一个口感啊，即个有个人喜欢啊，有个人介意即种的一个即个啊，比较喜欢即种吼，较介意即种的一个即个有啦。那么即个大概是啊，即款的即个经营啊，所以呢。这东西很难去改变，吼，咱讲也很难去改变的艺术，就是讲你不可能，就不可能去完全，就是你提在迄个瓦尼亚迄阵呢，也是讲即个许冬至过迄阵的即个，拄啊冬至过了迄阵的感染病，吼，一月初二月中迄阵的即个感染病，提起来比较，迄袂比的，真的不能比，喏，啊，但是你一直要叫啊。要去追求那个是很难的，也不上面意义啦，而且追求不到，对不对？这个是追不到的，所以这种呢，你也当小知影着，所以这里教我们听众朋友，那么你小做者这个参考，吼，就是讲简单讲，吼，简单讲呢，那么这个物件，吼，反正你诶，伫种炸，你都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啊，话讲不差啦，我卖想歹食就好啊，好，所以。啊，加抓一挂果蔗菜，哈、啊、哈，这种呢，哦，你啊，改这个有冰箱啊，后面呢抓一束啦，这个暖色三号啊，还是讲有呢，这个小用一个啊，这款果蔗来抓一点啊，这个果蔗菜、啊，这种呢可以小调整过来啊，帮助伊啊，是讲暖一束啦，这个啊，泰勒斯啊是这个 N 九哈，可以这个风味哈、啊，就是讲。想办法，因为这个光合作用的这个累积要不工作充足，所以咱想办法能有一点，伊这是高温无阿多去等色啊，啊高温无阿多去转色哈，你用这个其他的一个方法，有时阿就较无同遐尼好势哈，所以呢，通常你需要用这个去刺激，用这生物刺激剂去刺激它转色。哎，刚刚有人刚好有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嘛哈。啊，问到讲这个有呢，有两个无同款的这个物件嘛，哈。那么这种呢，啊是怎么样去比较？哎，好像是，我想一下，这个是迄个果蔗菜，果蔗菜是这个生物刺激剂，哈、哦，就是讲伊纯粹高温来改引起。那么高温咱有用玉米素，但是伊等色等袂过来，哈、哦，所以这时阵的利用这些天然的这种。啊，茉莉酸之类的这些物件，果蔗菜，然后去刺激它，可以去转色哈。它因为当年你买当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补钙的这种的这作用啊哈。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讲，那么这个在转色上哈，跟另外一个就是，你这个营养上有一个做一个这个当哈，当然伊不是干嘛一般的一个这个营养哈，不是讲干嘛肥料，所以。但是呢，伊就无直接刺激它转色的迄种的这作用，所以跟变光门啊，吼，这东西，让伊的这个颜色能够上来。但是你无用那个生物刺激剂去刺激它，吼，伊迄个机制袂开啦。所以你干那转只的啊，这个辅助于灯色的这物件，灯迄色水嘛，灯袂就转不过来。所以咱一般通常从这个果肉路哈。那么最主要的是讲有这个膨嘛，有猛心哦，一些猛就管的，所以颜色膨猛心，这个一个足重要的。这种当然
这很重要，不是说这个营养元素很重要，你要了解，这其实有它目前的研究说，有它没有它好像还感觉不出来差很多，但是有它的结界存在的时候，它的颜色比较不容易退掉，比较不会褪色，这个叫做菇，现在很多，这个研究里面都有去说到这种的这个东西，那么这个稳定色素，它可以这个这种提高它的这个色水，这个用高温啊，咱用这个果浸菜给伊，给伊灯色啊，灯色了，咱来给伊加强哈，所以用果油露给伊稳定哈，稳定它的这个颜色。那么伊袂讲，因为也有当时啊，这种这个花青素啦、茄红素啦，吼、这个物件伫这个高温作歹生长的嘛，歹生长就算啦，一开始要叮当呢，迄、那个温度上过高，迄、那个光照上强，吼、还是这个温度上过头高，伊怎？倒翻头转去吼，所以咱需要给伊一个这个稳定色素的这个物件，要稳定色素吼，得爱用油露吼。那么这个也当去强化细胞壁吼，这因为也一个这个物件吼，这个比较很少人去特别去注意到它啦吼，但是呢，这个那么伫葡萄内底咧用的时阵吼，迄个尤其巨峰啦吼，这。因为有好朋友伫即、这个吼咧种，所以伫信伊遐啦吼，咱叫伊来用。他觉得你们好像还蛮厉害的。拄啊好脑对症吼、哦，这有时啊就刚刚好。伊讲怎来脑较润滴，恁这有难润滴的吼、哦。其实伊的这个功能就是强化即、这个即、这个细胞壁吼、哦，然后就是讲伊会当预防即个离层的即个产生啊、哦。那么这些作用呢，其实都是来自于有一挂特殊的即个哈、哦。那么这些微量元素哈、哦，然后就是讲有一挂即、这个它的那个成分里面哈、哦，有一些就是去辅助它的东西啦哈、哦，这样物件。那么但是呢，你讲用这边把即个颜色哈、哦、给诱导出来哈、哦，比较困难。哦，你要用迄个果晶菜，像你即马已经有了色，但是呢，感觉迄个色足袂稳的，你会当转这个果油露的后边加，吼、哦，也可以搭配着用，吼、哦，啊，给它给一个较好的一个这种药，吼、哦，就是讲，在色泽的这个表现，因为这水果袂透袂面，吼、哦，这袂透袂面呢，真重要，这个所在就是讲，你要有物件，对不？还、有迄个色啊，爱能够能看呢、啊，吼、哦，大概这个物件呢。来当我们好朋友，小做姐姐参考的哈，所以基本上呢，是这款呢，这情形啊、哦，那么这我们好朋友哈，你小做姐姐了解的哈、哦，那么所以呢，你讲这是不是有什么款呢？一个有哈，就是在这种转色上哈、哦，这个物件大概是安尼哈，至于甜度哈、哦、很难啊、哦，不管你打行拢很难啊。那无难就无咱的代志啊，就反正这些东西都很难啊。你这个时阵，咱单只嘛咧做的这个工作，就是逆天而为。啊，真侪好朋友讲啊，我来搞食搞食，你袂就袂遐细长，你就一直来搞食，一点咪嘛唔将瘾啊去。所以袂使一直互伊搞食吼，拄好就好啊吼。这物件啊，这个咱有一个龙中甜吼 K40 吼，龙中甜哈。这种物件呢，这个钾啊，它有一个很稳定啊，这个物件，你小概分一下，不要多，页面上给它一点，涂骹都唔免给它，唔通个过量啊，右边安尼嘛足济啊，特别伫这个页面上吼，唔通用磷唔通用伤济啦吼，后边呢，有当时啊，咱咧转这个页面费的时阵，那么尤其像感冒比早期吼，不知不觉磷转伤济啊，外国啊磷唔是会催花啊，催到拢流面呢，啊，迄花出来足够辣个啊，这小花咧转迄个雕刻个小花薄薄个，有当时啊，干那迄个雄风去甲烂一个，迄滴蕊花就会辣，先过头流面吼，伊、就也伊磷管当然开花无唔对吼，但是伊个足够辣花，即要注意吼，这事物件拢是安尼。过犹不及啦，吼、哦！过犹，我讲阿边安怎安尼？啊，做甜也无药，啊你，你也当搁甲配一出啦，这种啊，即个多肽之类的这物件，吼、哦，这多肽去改善伊的风味，吼、哦，就是讲啊，无遐甜啊，但是呢，可以食起来，伊的口感，伊的甘头会出来，利用这个
氨基酸多肽哦，这种物件好易感冒的出。啊，目前甲看起来，这个泰勒斯 N 九哈，这个东西都还不错哈、啊。那么你可以去参照着用啊。最主要是生性啊，这你也当你来做调整。所以目前咱上有百的大概是安尼用啦哈，其他真的也不容易哈、啊，这想办法给它调过哈。那么今嘛有一个，这个咱拢用普的嘛哈。啊一刚我的一个哦，就是在一个特殊的这个很神秘的场合，呵呵一间农机厂的一个头家来找我，因为我种葡萄嘛，种葡萄爱做迄个无籽化处理啊，爱浸对吧？规个花水爱去甲浸，浸无够重，你用喷袂遐嚼，喷袂遐嚼的变作有诶有籽，有诶无籽啊。你若敢讲迄种有籽？这有籽的，啊，你若食到无籽的，他很高兴，啊，伊有籽，啊，伊袂作穴。你讲我这无籽的，啊，你若这一盘内底54粒啦，吼，有两粒、三粒是有籽的，啊，伊就甲你叫啊，伊就敲电话来甲你客诉啊，讲你爱陪我一起吹气。我讲是安怎，因为有籽啊，我补一个吹气还没等你，哎，一气80000，你爱甲我陪，吼，你知影？所以你爱做均匀的，互伊迄个成功率吼。那是无籽，有籽嘛是嫩的，未使变硬的，所以要泡个足均匀的。所以不过即马有用这个物件，人发明一个吼，发明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我感觉，伫葡萄，阮即马因为有诶先催花吼，伫云南迄只遐，阮有就一个做催花，要做全世界上炸的一个，啥物物件拢安尼吼，各项拢要炸吼。要做最早的这个葡萄啊，讲不要紧，好试看卖者。啊，起码咧开花啊，开花用迄物件咧，伊唔是用盆咧，它像一个杯子啊，伊个杯啊内底有喷雾器，啊，你甲掂者伊就呜，规个拢喷落伫伊个，啊，就喷啊，规个拢淡落，对吧？啊，伊个杯啊底咧，啊，你起码你就安尼就转了都有嚼啊，吼，迄都有嚼，迄真正有嚼，因为你知影你呐用一个。一杯内底用药啊，对不？吼，迄个药啊，你泡迄药啊，用药。啊，你一杯安尼毒吼，安尼毒，一杯差不多我250cc 啦，250cc 轻轻啊，你啊，但是因为诶回水足大，所以你爱用大杯啊。啊，大杯你得250cc 一点啊无够用，所以你爱搁变大杯，搁较大杯。哎，水爱得足些啊，真正有用的水其实是水啊，药水是一输啊，所以你伫遐毒。毒啊！买啊，迄支手吼，怎啊了？那个我跟你讲，严重噶吼，讲啊歹听，连烫衫都袂烫哦。真的，哦，我感觉这足艰苦的一项代志哈。但是人因做惯习，因讲袂啊，你这伤软木啦，你这哦去用开噶，你适合在旁边看呐、啊，你不能干呐、啊，这个不行哦。去用讲噶不是第二，真的。后来我就反正办法都是懒人想出来的，所以我们共同开发，这些物件还不错。那么，阮即马提来咧试，尤其小番茄，整规水花怎啊？毒者安尼唔知，要试看卖啊！夏天的时阵，阮即马都试啊。啊，那可以的话，安尼就足方便的啊，拢未去转到其他的所在啊，提高伊的这個走果率。好、啊，就是讲，咱即马咧种的时阵，最重要这些所在就是怎么去提高它的走果率、掉果率，因为迄热未掉，啊未掉，做侪原因，当然高温是上重要。高温是最重要的，就是讲伊伫即个你栽的时阵，咱感觉要为不给到发芽分化开始43天，43天到66，这几天是上重要。唔是讲后壁就无发芽分化，是讲这几天有真侪，即个发芽分化的即个集中伫即个所在43天为出芽的时阵哈。这个数字我应该没记错了哈，43天到66天左右，这个时间差不多就是讲，伫这个栽芽场吼，栽芽场到咱拄伫栽芽场到咱园林这个过渡的这个当中，因为一个栽芽你会当接18天、21天，差不多伫这个中间，一般到18天甲21天，接了个15天，对不？30几天，啊那小好一个，你摕来种40几天，拄啊伫咱园林迄个栽芽，啊你那二刀的吼，伊这个。阿妈咪拄啊好，迄个剁掉个定法，伊迄个化学分化较慢。那伊个化学分化，二刀个化学分化就伫栽芽场。
啊，头道的花叶分化其实是伫咱的横林，伫咱的横林，那一阵温度高，伊当然就离离落落，所以你大概是啊，但是咱用这个四 CPA， 就是讲目前用起来大概能够去补足，只是讲伊的歌型就较袂遐水，伊的型较袂遐水，这有作者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有时候也没有办法。这个虽然咱常常讲男人不能常常说没有办法，但是这爱心人的是爱心人，无法多的是无法多，没办法就是你。啊，无办法来对咱尽量会当去做诶，尽人事。所以主角甲你讲，啊，即个用果晶彩去诱导伊个颜色出来，用果油入口伊个即个颜色呢，当稳定啊，用即、这个。一点啊，这个浓中丁啊，吼，伊个糖度稍微提高一点点啊，但是林脉循规蹈矩啊，伊刺激到伊这个太过容易落，啊、这种呢，大概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哦、啊，所以就好朋友，小做姐姐上课啊，好，来63386016338601，这是现场的call in专线，好朋友呢多加的利用哦。老师来看一下方哈、哦，方有一个问题，伊问的是伊的这小番茄那熊熊变成安呢，跟生长素更有关系？因为对咱咧讲的哈、哦，大概就是有一点给。鸡爪状哈，鸡爪，但是你这个有一点点啊哈，像头啊一张相片哈，头啊一张相片大概100%哈，就是伊个就是规个拢掉皮哈，然后这个叶呢像一叶啊拢变尖的哈，啊，但是呢这种伊个是可能哈，可能就是去哦叶呢。那么去有这个生长素哈，比如讲像你这個，这看起来是大番茄哈，大番茄是这个紫苏地啊哈，一般大番茄是用这个紫苏地啊。那么紫苏地啊去改用掉的时阵，较容易哈，这个伊个累积嘛，但是伊用点的哈，就不一定哈啊，但是这个看起来就不是特别乐观啊，这些物件。那么你会第一张你会觉得好像是那个哈。是不是这个第一张就离得较省、哦、但是病毒的机会很大，这个不然很少看到这一种情况、哦、这个在激素的一个这个有这个有当时啊就是你去把它去喷掉还是怎样，刚才正在这个心肺啊温度、哦、关联起来啊，这个有可能啊，也有当时有一点那个累积啦、哦、所以它如果是像这种都变形嘛、哦、所以啊，你会当用一点点啊，这种许哈，这些物件就是不是用迄个 N 九啊，是泰勒斯，好、哦，这泰勒斯哈、哦。那么泰勒斯类吼，伊的这个，从这较严重，你会当加玉米素来用。本来你玉米素都来用啊，你啊更加加泰勒斯类。那么两项吼，这个可以较紧看抽会出来呗，啊那抽未出来就不太就是有一段时间哈、哦，因为伊的颜色呢开始。一直变加有这个黄绿相间，就是讲伊安尼啊，这个褪色，这啊叶啊翻叶哈，那么大概就已经变成这个这种叫做咱的当讲严重的这个病毒病，但是这看不出来，目前是不太敢断定它是病毒病。我啊这我有的消长哈、哦，这有当时啊这个猛哈。哦一种这个缺乏也是会，并讲伊个叶龙变裂，叶啊无变丁，但是伊个畸形，吼，并讲伊这个门缺乏，佮拄到这种去点到迄个心脉，吼，去点到虾米物件，所以呢，最主要的是二四 D 啦，吼，紫苏地啊，吼，这紫苏地啊，佮较容易变安尼，那么这种呢，的差不多的是，好，就有可能，有可能，但是。不是很肯定哈、哦，这物件，这个含我看到的这种啊，这个型呢有一点不太相同哈、哦。那么这个先暂时先安尼跟你回答，这个物件因为啊，咱不确定哈，都要跟问人一下，问问老师一下，安尼这个我再问一下，就是。咱的底这个有个个的确认哈、啊，但是上简单的这个方式啦、啊、哈，上简单的这个方式呢，那么还是就是讲
也当甲咱好朋友小讲者吼，就是是小可以一寡在营养上，为我啊，嘿当有吼，就是诶，当提高作物的这个、这个免疫的这个，就讲对病毒的这个抗性。对目前，为什么咱一直看你讲这个泰勒斯？泰勒斯，因为这个。这个东西，这个国家这个研究这种的一个、这个作用，但是咱我啊，平常工作这届，这个老外，尤其在温带的研究讲，这个东西对病毒，这个能增强病毒的抗性，那么实验效果很好，在咱家不一定好，因为因的病毒的密度足低，咱家病毒的密度足高，所以我唔敢呢跟你讲，但是在这个研究内底有啦，所以我还是建议你还是要用，这个小本本的。啊，这个增加对着这种病毒的这个抗性，因为这大番茄一般来讲呢，这种拢有一点点啊，这个对病毒的这个耐受性的较好嘛吼，所以呢，你稍改本一下，但是这个不是很乐观的吼，对不对？这个不要去确定一下，看是最终是什么款的这个情形吼，嗯，最后再开始跟你做一个这个较完整的这个回答啊。不然这样呢会害死人，但是我个人是不太认为是病，是这个嗯没有很有把握啊，这个是蛮畸形的啊。嗯，好，来老师6338601哈，6338601这个问题呢，和阿宝老师可问较清楚哈，叫我简单来听用回答。那另外呢，先请教你哈，咱最近不是买两罐大罐的这个有没有？阿伯上海望宝肥，那听友呢想要问一下，这样的资材一来的也是有海草精的一些成分嘛？哎，跟咱一般吼，诶，这物件到底有什么差异？哎，是不是夜喷，还是讲也当罐头？这个物件当然，咱是啊建议讲，像即阵啊落雨嘛吼，啊落雨，咱是不是1、2、3吼，排水罐头过金白糖海这个防堤，你若无堵水，是水较济呢吼。啊！你灌咱咧罐头的时阵，你当难得管。啊，那无你就是伫这个叶面上叶面哦，这叶因为它没有鳞，没有鳞，没有甲，没有鳞，没有甲，但是它有氮、有镁、有钙，而且这个含量都很高哇！所以这物件你若提来，可以伫这个雨后的这个补充啊，这个效果呢，这个特别好哦。那么当然啦哦，这个其实以最大的这个。啊，咱是希望讲哦，比如讲像你咧转这个，转进前上炸吼，上炸咱是拢用迄个生藻树咧，我和朋友青海绿藻啊，和大家去转这个花嘛吼，转又个转花，啊，个会叫你染这个钙啦、镁啦、染那一大堆，啊，你即马呢用海望宝，你都拢免染嘛，伊内底就是这个天然细胞分裂素的这个海草精，只是讲伊这个。啊，天然细胞分裂素的量较无够，啊无够啊，因为咱个加一撮啦，你当本来你都咧抓这个，有的人做这个拢啊，咱真个听众朋友做爱用的这个吼、大奇多对吧？你个加一撮啦，无加嘛不要紧啦，好，比如讲你抓花用大奇多啊，这个有料你就用这类抓，你啊抓后面哦，因为这有肥料啊，这有肥料。那么虽然伊是含这个海藻去熬合的这个微量元素，因为这个含量哦，它有一点点淡。帮助于吸收，最主要的是这个钙呢有 5%， 这个镁呢 7.7%， 呢啊，这东西在这个开花这段时间对作物来讲最重要的这个微量元素哈、所以这当然就是提高伊的，因为木你知影嘛，对这个风味改善这有足大的这个帮助啊，这硼呢就靠调个调花哈，一种这个营养运输诶，那么钙镁这都免讲。所以这物件有这个好处啦，就是讲你若是要省钱啊，你就用这个做一遍哈，这个避其功于一，你就免搁底下哦，这个都要染哈啊。咱常常讲的讲买方便，啊，就用这种单一剂型的。啊，那是咱家己要做微调啊，咱得当用其他的这物件。所以对阿伯啊个人来看，你若问我，我会跟你讲，我较爱什么，我较爱较单纯的。哦，比如讲我较爱用这个。啊，这个病工像生藻素对吧？我用沙奇多啊，弄这弄做单纯的物件。我呢需要补微量元素啊，我用这个维力多补啊，我用这个藻周露，我个加个加安尼吼。我那上加安尼啦，诶，
这个习惯不好，其实安尼有时啊成本会稍微高一点点，但是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讲我完全伫我的掌握当中吼，啊我这个用足少的，用这个物件拢用足准的，大概是这个目的。吼啊，这个海旺堡它可以吼，伊这底有呢，最主要的是讲啊，伊相当适合吼，比如讲你啊种回菜，差不多叶啊垫轨，特别开花进程，因为足够吹捧的嘛。你当然种这个十字花科的种花菜，种这个花菜哦，青花哦，这个青花就是这个西兰花，这个青花啊，花椰菜这种的，这你伊那是开始哦，叶啊垫轨了，安尼你种扎你来布置出来，布置出来，这好够真好啊！这种又有朋友有木，这十字花科。上盖好的一个配方，然后又有盖又有镁，然后又有氮，吼，所以差不多是安尼。啊，伊后面阁无磷，吼，所以咱咧转你都唔惊伊的这个老化的这个问题，吼。所以你也当改当作是一个伫肥熬吼营养的这个补充，这是第一。那么伫这个其实啦，吼，比如讲像这个咱是推荐这个有种草莓这个好朋友，你头几尾你都会当去甲转啦，固定差不多。一礼拜，吼，你转一届，一礼拜转一届，你也回归差不多两礼拜安尼来用，那补一点钙，补一点镁，吼，这个硼啊、木啦，吼，这个钙、镁、硼拢有啊，够有木，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上重要的是讲，第一个，这种除了微量元素以外，搁一个就是以这种天然海藻的这个提取物，咱知影，这个海藻的这个提取物呢，那么有一个。花青素的这个合成对灯色吼有一点有一个好个嘛，吼，这你找这类的吼，这款的这个效果，这个很神奇吼，所以咱真侪种莲雾的拢会用这用那个海草精吼，那么这原因是安尼，哇，这助理小知影者吼，所以那么这个物件呢，其实真很推荐吼，真推荐来用吼。那么为何比如讲啊，我要灌头啦，我都这个吼，拢会灌这个生藻素安尼吼。啊，是假设呐，无堵水啦，然后堵水呢，我是无建议你用这类灌，因为这毕竟还是有一点点肥料。我讲一点点啊，够有要紧哦。啊，我是足有要紧的吼、哦。尤其你啊，像苦瓜吼，你唔通看苦瓜，哎，苦瓜唔是足野的，伊迄个接迄金瓜头足野的吼、哦，不行，伊个物件反应足敏感的吼。哦肥啦，伤过头侪，等到伊个根未食，就是未食。啊，所以咱伫堵水的这状态吼，比如讲有堵水堵咧恢复，你就卖用这类管。啊，你啊平常你爱用这类管啊，这个但是较可惜，我还是比较喜欢。当然，你若讲用管的吼，用管的，伊当然伊咧大，伊咧用的量会较侪啊，是不是安尼？啊，但是。这个物件还是适合在页面吼，佮、哦、较适合啦，袂当讲适合页面。伊罐头绝对无问题啊、哦，就是讲伊设计是要互你这个喷这个叶面啊，这个加咧用吼。那么伊会当伫拄则讲到吼，就是讲伊这个物件呢，咱也知影吼、哦，它有一点点氮啊、哦，这个氮呢其实也不全是那个化学的哈，诶、哦，只一部分是来自这种伊的一个发酵的一个产物。那么刷来去啊、哦，就是这种啊，这个水溶性钙、水溶这个镁，这个钙啦、镁啦、硼啦、木，这微量元素这些部分，那么相当的这个不错、哦、啊。所以外地干妈讲，它是严重被低估的一个商品哈、哦。这虽然这来自浪漫的法国，这法国人在用的哈、哦。啊，这个物件，因为人伫国外人因欧洲这个菜市场，这种物件因用足济哈，伫菜市场因这物件用足济，在幼苗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转这边了，所以咱来推荐讲，哎，来改试看买一下哈、啊。那么因为这个海藻的这个提取的这种营养分啊，所以啊，这个你那是想不出，就是讲有规划有雕刻的这哈、个啊，嗯，这个。啊，花菜哈，各类菜啊，这种呢，你拢会当来用哦。所以这个赏莲，一般来讲，它要1000倍啦哈。对，咱的设计拢希望讲简单的，大概就是在1000倍。啊，这个1000倍来个看起来哈，应该的用呢，这个效果呢还不错哦，效果还不错啊。那么呢，啊，这种大概是这款呢，这个经营，所以。
这款咱个朋友呢，当小了解点吼，大概稍微知道一下哈。是这款呢，这个现象啦，所以大体上呢是安尼哈，所以你小怎样子？那么，提来送哈，但嘛是希望讲，这其实也不是送哈，你讲当下这新人要出场，也要老人带一带哈，这样呢可能呢。这个较紧，我那可以家己安尼单打独斗哈。这个有时候也有一点点困难，对吧？那像这个玉米树，对吧？玉米树这个秘底，这个躲在深闺无人问啊。这底下秘啊，故地台湾秘啊，侪当对吧？啊，有的用过未歹，有的用嘛未歹，未歹未歹，作些咧用啊，但是大家点点，对吧？啊，咱听众朋友对咱的这荣林郡有了解，啊，咱电台拄啊迄个机缘，啊，怎啊给带进来，就给他，就这个老人带新人，就把他带出来了。啊，这个当然，然后这来对咱，最主要咱好朋友真认真去甲用啦，唔是凊彩用，迄真正是做认真去甲用的吼。啊，所以用过了呢，这个效果就出来，啊，出来了，大家都信心，这有信心呢，所以。啊，确实东西也要好啦吼，你若当物件无用，就是有迄个机会，有当时啊无迄个实力，啊有迄个机会也上不了台面啦。当然，唔是讲好的物件都发到即个畅销，有当时啊蛮叫好的吼。但是呢，啊就不叫做啊吼，并讲咱进前有一个有一支迄个铜，诶，拄开始。进口的是都开始入来啊，这个作势人用，蛮较好，但是卖不行啦吼，又卖不动，真的，这属性就是安尼。那卖袂定啦袂，啊，等甲囥甲头有诶过期去啊，有诶咱讲以前也是以这个药，迄是无啥要紧啊，但是实际上伊也过期去啊，咱好比讲不要紧啊，不啊，迄过期诶，你有替我试过，一点啊都无影响，你全部拢甲载，就这样又把它用完。这个统用啊，很多人到现在还很怀念他啊。是，这倒是真的。这个你讲，有的讲啊，我这个海藻酮对不对？到目前为止，我跟你讲，他还是比不上他了。哦，真的。虽然海藻酮你用的不坏，但最主要是那个酮的量的问题啦。哦，这些物件永远不会在台湾有了，除非去登记农药啊，不然永远不会在台湾出现啊。但是这些东西在意大利呢，他们不登记在农药，哦，因是在这个生物刺激剂里面，而且啊，这个在他们雨季的时候，哦，因是下干，因为地中海型气候区，因热人没什么雨，冬天会下，因为阴阴湿湿的，这一些白就容易得灰霉病，啊，因就用这个做，尤其葡萄酿酒葡萄，有足侪物件是袂使乌白烂的，因为你乌白转迄什么微量元素，什么转到到尾啊，迄个葡萄的变味哦，迄做出来迄酒会怪怪，很神奇哦，真正是安尼，因为你结葡萄酒无咧洗，好无？听众朋友，你爱知影是这个道理啦。哦，你结葡萄酒的时阵是无咧洗，他没有在洗的啦，无咧什么洗洗要清洁。诶，有个人咧教人咧做葡萄酒的时阵，什么，改加一粒一粒，甲加起来，啊，洗洗要清洁，清洗三遍，然后放咧这个自然的这个叶吼，卖晒日，啊，改阴干，啊，干燥以后，啊，这个一层葡萄，一层糖，一层葡萄，一层糖，那个对那个法国人看了都想哭了，一种物件，那种。你做葡萄的时阵不能洗的，不能洗。为什么不能洗？因为有天然的迄个酵母菌伫迄个葡萄的管顶，所以有啥物葡萄酒每一年呢？啊，伊的一个迄个味道，当时也无啥感官。有可能迄个温度啥物无感官的时阵，伊的菌群呢有一点啊无啥感官。啊，迄年那是甜度较悬，那是安怎伊做出来？就是啊，都无感官的迄个变化。啊，我跟你讲，咱今日讲的这个主题，就是讲人生，因为有这个真济迄个无美满的所在，所以咱才会感觉幸福。啊，这葡萄就是有迄个不足的所在，所以做出来较有一种风味啦，较有一种特殊的味。啊，这灰莓有一种，含灰莓变作成的，迄个贵腐菌，啊，迄丢掉了，迄葡萄怎啊爆起？爆起起，迄做酒伊嘛不该提掉，唔是所有的葡萄拢变安尼啦。
爱得去做，做出来的叫贵腐酒啊，贵到袂忘你，对吧？啊，所以这种就是一个有这个无完满的这个所在，所以才会感觉幸福。这咱爱少知影啊，但是你这个咧用这种物件，就是讲啊，因为他们你不可能拢无去改保护嘛，哎，对吧？所以因为容许的，就是讲哎，伫经验内底，因为当用波尔多液，因为当用这个海藻酮，哎，这种物件在欧洲他们就被允许使用，好，这是安尼哦，所以做这之类有呢，也是有啊。这个像一些有哈，那这个海望堡在法国，他们是被认可的这个葡萄酒诶，酿酒葡萄来得当用的这物件。那么，伫酿酒葡萄来得当用的这物件，就是袂使乌白蓝啦，这你绝对是这，所以它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咱当初听过哦，这做酒会当用，诶、欸，阿咱提来讲也，确实这。啊、有时啊，这个相类似的这个功能很多啦，所以，并讲和歌手开花雕刻哈，这个增加这坐果率，就话讲啊，不啊，迄萨奇多的足好用的啊，迄都唔免个科鲁虾米，没有错啊，因为伊个就是迄个浓度较悬，并讲为虾米咱迄个，迄个桶用，迄就是伊桶的浓度足悬的。哦，它就是在一个可容许的这范围，当然伊唔是跟它同的浓度做管的啊，它很稳定，然后伊是这个跟含海藻酮是同款的，只是讲海藻酮伊无甲迄个酮油较悬，这那么因为有一寡这個国家有去限制，他会去限制迄、那个，伊就惊讲咱酮转伤济，有污染啊是虾米款吼，所以伫欧洲，因为咱做这物件，你有发现讲咱公司做这物件拢是。来自欧洲，对吧？不是讲咱崇洋媚外啦，就是讲确实因伫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吼，比咱行较头前啊，咱是加减二啦，就是多一点学。比如讲荷兰啊、德国啦、啊、法国、意大利、日本哈，日本嘛是足侪物件，阿咧咱学习啦哈。这个啊，咱家己嘛是看袂歹啊，比如讲像咱的这个微生物菌那么袂。以上是安尼，那么所以呢，有好朋友讲啊，这个。我甲恁换生藻素吼，这无歹势啦吼，这有时啊，啊我较习惯用迄个生藻素啊，感觉真好用吼，啊伊也是即个纯粹海藻提取的，啊这种伊的藻类的来源不一样啦，这种的一个北半球，一个南半球吼，这藻类的来源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伊即个除了藻类这营养外呢，有即个氮。然后钙、镁、苯、钼啦，吼，这那是对有花的这些物件，对十字花科特别的友好啦。那么热人的时阵，吼，比如讲热人，你这个像种长啊，哎，这种这个蒲啊，还要给它留下青来，吼。那么咱会用铁锭，进前拢会用铁锭镁嘛，吼。啊，你那心肺无白白呢，大概就是镁补一下啊，这种呢，这个也可以，也可以稍微改变一下它的颜色啊。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吸收的一个钙镁啊。那么大体上是安尼哈，所以因为它还是有这个，因为有这个可溶性的这个肥料，虽然不多了哈、哦，这个加起来只有百分之没有很多，20%多，20-21%多一点点哈、哦。但是这个浓度你还是要注意啊、哦，这卖泡性，当然是。落雨了要灌头，这个就较无适合啦。等于若无堵水，无问题，无堵水啊。不过我无堵水啦，我着涂较淡淡尔，我灌头，我想看甲灌一寡这個，那这个可以啊，这个不错。啊，但是伊伫迄个有咧恢复吼，就是讲哎，我想要甲补一点钙啊，这个也可以啊。比如讲你用这個、啊配合什么物件，配合泰勒斯，这个就完美 perfect。这物件是这落雨了。要互伊排毒较凶咧，像我这啊，我这青花吼，即个最近都要毒啊，即两天啊咧好假，我想讲，你咧买变料啊，装咧啊，互料啊，料啊大开起来，够量，哎、欸，你得加一点啊，之类物件吼，它有木有苯，然后再加上钙镁，你甲加起来，泰勒斯都较高多，那么互伊小降一下，这个效果不错。好、哦，啊，那像辣椒迄个免讲啊，吼，这你得当。安尼固定时间吼，对钙镁吼，你迄个钙镁拢有啊嘛，所以呢，你该做一些补充，这是一个好东西。即、這个给大家小都有一点啊，即个熟悉啦吼。那么，那你用的时阵，安尼简单啊，唔免贵啊贵吼，而且
我好朋友讲，哎呀，这拢唔爱贵啊，管这做事老遐简单，老遐简单就好。我讲啊，较早你都无贵啊，管啊，较早做无即马才好啊。哦，啊，因为讲真诶啦吼，就是讲一寡即个工课吼，那么要做诶好势吼，即、這个除了咱认真，这是上较重要。搁一个嘛是要有遮诶物件甲咱斗相。你讲纯粹化肥安尼落。无啊多啦，较简单吼。我农药咧转，会当互伊产量卖减少，品质卖降低，对吧？你转农药的目的就是产量卖减少，还是讲卖减遐少？哦啊，即、這个品质卖降伤低。啊，但是你要互伊即个品质会当表现出来，要互伊产量有法度冲出来，都爱靠遮个即个。我要比如讲啊，里里口口的啦，瓶瓶罐罐吼，都爱靠这物件，这生物刺激剂啊、哦。所以为什么伫世界哦，即、这个所有的这个哦，即较早遐做化学农业根本瞧不起这些东西嘛？你知影嘛？即下不好请下你讲啊。那么伊那比农药较好用，农药厂就跳落来做啊。啊，即句话已经一语成谶啦啊。即、哦、大间公司拢跳落来做啊，啊大间就跳落来做。哦，你我讲啊不啊。对一个大经，先正达啊，拜尔，这不是拢上大经的，咁个比两个较大经的，无啊嘛，这两个是对不？哦，这拢这些大经公司都跳进来了，全部拢这些生物刺激剂啊。那么因选择的哈、哦，这个大概呢，你咱啊都用了蛮多了啦哈、哦，所以这确实因嘛是看到讲，哎，真正系这个纯粹农药好像就有一点点这类、个、哈。那么这个的有伊的这个效果，好朋友呢小做者了解哈、哦。那么你那有最近有咧上，那你就给他用啊、哦，可以喷可以灌啊、哦，这没有问题。灌吼、哦、差不多500倍、800倍哈，卖唔免伤重哈。啊那是这个药呢，药面呢大概就是1000倍，对，这是的应用呢真简单哦。啊那伫有退掉啊，吼、哦！这真侪好朋友，你老退掉啊，那唔知影要安怎用，对不？吼、哦，我讲阿伯啊，爱死呢，所以唔知影要安怎用，阿无要紧哦。你那确实唔知要安怎用呢？那么这拢会当，要进一步含咱来改这个啊，这个讨论哈，哦、有退掉先知影后这物件，哦，咱先介绍一下哈、哦，啊，我咱这个有呢小。了解啊，有啥物问题，咱大家来解这个探讨安尼。好、哦，那么这是咱一点点啊，这个一点点这种小小心意啦，这是安尼哈。嗯嗯哼，好，来今日呢，时间上的这关系也已经是接近着尾声的这时间了。旁边呢，在这最后时间再一次提醒咱所有的好朋友，今日这农技展览吼，正经个搞，咱最近公司嘛有推出一些系列的优惠活动，你当蒙参考。啊，上条个是提醒你，咱的活动是伫19号、20号、21号三天的这时间，到时阵呢，欢迎咱乡亲吼来到咱1-38到44的摊位。好。两点钟的节目进到这，若是还有问题有不清楚不了解的事，咱赶快在拜一的时间空中再会，拜拜。